在访问我国期间，教皇方济各的出行车辆是一辆车牌号为 SCV 一号白色的多用途的汽车。该车牌呢是梵蒂冈国车的车牌号，车身的两侧则分别插有印尼和梵蒂冈的国旗。SCV 是拉丁文的缩写，即梵蒂冈公民身份，而数字一则表明他是一位领袖或者是受人尊敬的人士。这一次访问与一般的贵宾不同的是，教皇方济各坐在汽车的副驾驶座，途中还向车外的人们挥手致意。此前方济各教皇访问委员会主席表示，教皇方济各在雅加达期间将会使用民用车辆。